迎圣诞交换礼物，安全之吻当然少不了。这次由成员准备15000的礼物，经纪人和工作人员则是1500与150，结果就是几家欢乐几家愁。那我要抽到你们的150，绝对150吧，一定150啊。4号。啊！怎么待在吸尘器里？谁？好大一个！等下，你是抽到我的吗？你一开始就抽一个大奖手哎，我真的不熟哎，你好想知道什么？听你们都猜对啦。我很想要这个、欸，我是17000哎，而且他也用 PC Home 箱子告诉你他不是赞助的，哎，我是花钱买的，我自己也超想要的、欸，那换我收八号。我跟你讲，雨辰他昨天有特别跟我说，他加码他的是超过150，因为他原本买的第一样东西不到150，很重哎，这是酒啊，酒150不敢喝假酒哎，我感觉有料哎。麦香奶茶一大堆，这是什么？马祖笛。嗯，那我要等级喽。嗯，拍手，立刻爆炸。这个很好哎，好赞哦。剩下就你们互抽喽。但我不想要这一支，我想要抽韦静的啊。二给你，二给你，二。二，他那个超够重的耶！哇，怎么那么重？怎么15000这么重？直接现场拆，好点像是啊，很好耶！15000个的十块，我用吸尘器跟你换。哎，你还捡到赔2000，你好错哎！想一下，我先好来，那剩你们两个了，你就拿风筝。什么高不习惯是不是？钓竿、钓鱼啊！哎，你怎么会送钓竿呢？我吓到哎！哇，超没用哎！钓鱼考验的是耐性，因为09就是心情有时候比较起伏比较大。他现在是他人生最大的时候。这个不是我的吗？对，你是不是叫助理买的？你自己喝什么？知道？我不会亲自去买啦，我挑的。我都亲自去买，哎，我也亲自去买。不是，你 PC Home 有什么亲自去买的？哎，我亲自下单啦。真的礼物来了，电视吗？你送了一个09不需要的东西。哎，你这个电视加这个钓竿才15000。10000多，这现场有人会钓鱼吗？现场有09直接送给你，那这就是丰泽的。我觉得你不需要这个，我有了哎，帽子。对呀，我有了。是什么？哦 ，Apple。哎，丰泽，我给你买。哎，我那个电视抽一抽啊。真的的啦。哦，我这用不到啊。那我可不可以写？给他一个机会。我是一啊，我也有电视资格。拜托拜托。我跟你讲，我这个方法比较特别。什么意思？想你掰，我要哥掰，你掰，剩三个，哇，你有33%的机会。第三届圣诞礼物交换得奖的是，这比七万王还紧张哎，哇，恭喜乐乐。选最烂礼物那些，而我们没有最烂的。哎，没有，有一个人不是自己去挑礼物的。我没有人到了，但是我用钱刷。谁不是用钱刷？五个人谁不是花钱的？所以最不用心是丰泽，可他还有电视哎。我觉得他的那个币的那个是最明显的吧？他那是最烂礼物。你想一个我们五个里面还比较烂。真的没有哎。现场错位，手脚十指扣，这样子啊。丰泽。命中注定！哎呀，好恶哦！哎呀！啊！特写来，脚举起来，特写！啊！完了吧？现场抽一个安全机，骗他吗？假的！10秒吧，10秒，10、9，哎！怎么了？有人动了？没有，我们要。